家人们今天吃红烧鱼啊，红烧鱼是我老公做的，看起来不错。你看什么咋？红烧排骨。你们吃饭了没？这个院子当院子不行。你们来过一次吗？嗯，对。来看看。拉着手，站着。好笨的呀。别唱了。六七十了，走了。对。刚刚吃辣椒的唱了。